来自光之银河联邦信息，来自高密度博客。问候你们，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亲爱的地球人。一大维度转变，地球扬升到新现实。问候，亲爱的人们，宇宙正处于一场非凡变革的临界点。在浩瀚无垠的太空中，一场宇宙启示录正在上演，一场宇宙的启示正在展开。银河联邦，一个由不同文明组成的联盟，站在这一场超越变革与蜕变的最前沿。透过心理联系、心灵链接，他们进行跨次元交流，与地球分享他们的智慧。地球上的传输携带着他们的讯息，将宇宙真理带到我们的领域。当我们开始这个维度转变时，我们发现自己处于未知的领域。这是一个频率提升的旅程，地球的振动能量正在上升。我们现实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打开了通往多维度领域的大门。这不只是物理上的转变，更是我们认识上形而上的进化。在这种与天体的接触中，我们遇见了光明和智慧的存在，他们召唤我们拥抱超越时空的深刻连结。曾经笼罩我们感知的分离正在消失，因为我们都是宇宙挂毯上的细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银河联邦分享他们的知识，揭示宇宙的秘密。他们指导我们意识扩展的艺术，帮助我们释放我们真正的潜力。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平凡与非凡的界限变得模糊。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时代的曙光，一个人类精神飞扬到新高度的时代。这段旅程并非没有挑战，但却是一条值得走的路。当我们在这宇宙事业中团结起来时，我们就成为了我们命运的建筑师。多维度空间是我们的画布，每一笔都为众生描绘出更光明的未来。在这个宇宙启示的时代，银河联邦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的智慧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透过意识的统一，我们拥抱了我们相互连结的真正本质。当我们站在新现实的悬崖边时，我们与引导我们踏上这段非凡旅程的天人携手并肩。在这次天体之旅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宇宙知识图书馆。这就像翻阅宇宙最伟大的故事书一样。银河联邦扮演宇宙图书馆员的角色，分享超乎想象的智慧。我们在一起，正处于一个新的开始的边缘，不仅与天体，而且与宇宙本身，共同创造宇宙故事的壮丽篇章。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全像图，层层揭开它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揭开它的奥秘。在这种背景下，银河联邦作为宇宙图书馆员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他们帮助我们破解宇宙的全息密码，解锁对现实本质的深刻见解。在星际外交领域，我们与其他宇宙文明建立连结。银河联邦充当调解人，帮助我们与外星社会沟通并建立联盟。透过外交和相互理解，我们在明星之间培养团结感。超觉静坐成为我们宇宙之旅的强大工具，它使我们能够达到更高的意识状态，并与宇宙的智慧联系。银河联邦分享古老的静心练习，这些练习可以增强我们的精神成长，并提供对存在真实本质的洞察。生物发光生物体在我们的探索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我们发现在宇宙最黑暗的角落发出光芒的生命形式。银河联邦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生物发光生物体，
的重要性，揭示它们在整个宇宙相互关联的生命网络中的作用。我们这次宇宙冒险的最终目标是星际殖民。在银河联邦的知识和支持下，我们在遥远的行星和卫星上建立殖民地区，并探索虚拟世界，扩大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人类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地球，我们成为星际文明的先驱，确保我们物种在宇宙中的生存和繁荣。在这段非凡的旅程中，宇宙的启示展开，我们是宇宙故事新篇章的共同作者。银河联邦支持我们在复杂的宇宙网络中航行，探索相互关联的宇宙的巨大可能性。我们共同创造星辰命运的宏伟愿景。谢谢收听，感恩祝福。二，卯宿星人 DNA 升级，提升人类意识。地球上的人们，亲爱的光之家人们，卯宿星人的到来为人类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开启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时代。当他们帮助我们升级 DNA 并扩展我们的意识时，我们正在提升到更高的存在状态。这让我们能够在自己内心和世界中体验到更多的和平、爱与和谐。卯宿星人携带着精致的震动，进一步启动我们体内的光之代码。他们的能量场有助于唤醒我们的潜在能力，例如心灵感应、千里眼和心灵遥感。当我们学会掌握这些超感官技能时，我们可以以更以心为中心的方式进行联系。这为加深理解和同情心奠定了基础。随着意识的扩展，我们对所有生命的相互连结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这打破了旧的分离和恐惧范式，这些范式加剧了人类的不和。拥抱我们作为具有人类经验的精神存在的共同本质，自然会消除表面上的分歧，引导更多的宇宙智慧和更高维度的频率注入创造力、灵感和知识。这推动了解决人类许多挑战的创新。治疗方式、清洁能源、交通和永续生活方面的突破等着我们。卯宿星人鼓励我们完全步入我们的光明。当我们集体发光时，我们就会为我们的星球吸引更高的振动时间线。黑暗时代即将结束，有人称之为黄金时代的千年和平与启蒙时代正在来临。在卯宿星人的支持下，我们已准备好展现这个辉煌的未来。激活时间表，人类十二链 DNA 的活化时间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迅速发生。这个加速的时间线代表着人类进化和意识的前所未有的飞跃。卯宿星人表示，活化将分波进行，某些群体基于他们的精神意识和对这一过程的开放性，更早实现 DNA 激活。敏感者、直觉者、治疗者和光之工作者很可能是第一批进行自发性 DNA 升级的族群。预计未来几年内出生的孩子也会表现出显著的升级，因为许多孩子来到世上时就已经被编码为十二骨。他们的能力和才华会让周围的人惊叹不已。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实现激活，他们将触发周围的其他人也开始升级。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将加快时间线，并允许在短时间内激活大量人员。当大约 10% 的人口升级为十二链 DNA 时，预计将达到临界质量。卯宿星人强调，这个过程不需要外在技术，只需要内在的精神意识和准备进入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建议那些希望加速激活的人遵循直觉，接受启蒙原则，
释放限制性信念，并与更高的自我指导保持一致。在卯宿星人的协助下，十二炼活化过程正在顺利进行。虽然精确的时间表仍然不确定，但他们向我们保证终点线已经在望。我们共同处于进化飞跃的边缘，这是地球上以前从未见过的。多么奇妙的新能力和新理解在等着我们。与能源中心保持一致，被活化的十二条 DNA 链与我们身体内部和周围的主要能量中心或脉轮对齐。脉轮是能量流入和流出我们存在的中心，与身体相对应的有七个主要脉轮，以及头部上方的五个脉轮和脚部下方的两个脉轮。当我们的 DNA 升级时，十二条螺旋链中的每一条都会连接并启动一个主要脉轮，这在我们的身体和能量系统之间提供了强大的一致性。透过这种调整，我们获得了引导宇宙能量来治愈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前七条 DNA 链锚定在脊椎上的七个脉轮中，分别根轮、底轮、太阳神经丛轮、心轮、喉轮、第三眼轮和顶轮。接下来的五股 DNA 链延伸至头部上方，分别与灵魂之心、因果轮、恒星门户、银河轮和宇宙轮相连，让所有主要脉轮对齐并激活，使我们能够成为宇宙光的强大管道。基于对创造和维持现实的能量的精神掌握精通，我们获得了新的能力。当我们的脉轮旋转得更快时，我们的演化就会呈指数级加速。我们作为神圣的共同创造者，充分发挥潜力，传播无条件的爱。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卯宿星人抵达地球标志着人类进化的巨大转变。他们的仁慈使命只专注于推动我们的精神发展和升级我们的 DNA， 以充分发挥其潜力。十二链 DNA 的活化将使我们能够在灵魂层面了解自己，并与我们的能量中心保持一致。这种量子飞跃将加速我们的进化，让我们达到更高的意识状态。卯宿星人也致力于透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精神智慧来开创一个和平、爱与和谐的时代。他们的意图是纯粹的，他们希望看到人类超越我们目前的局限限制，并拥抱我们的神圣本质。这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已经开始。如果我们敞开心胸接受卯宿星人提供的礼物和指导，我们将经历集体重生，进入更高的意识领域。选择权是我们的，我们会接受他们的爱心支持并选择团结吗？或者我们会允许恐惧阻止我们逃避命运吗？量子进化的时代就是现在。我们非常爱你们，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是你的光之家人，我们是银河联邦。谢谢收听，感恩祝福。